出来了，但是身体上还没有走出来，因为一直都没有办法生活自理。我有很多想要去的地方，也想要做的事情，但都没有办法完成，也从来没有说是完全得到正常的生活。现在的话，就包括我连洗澡啊什么的，都是我们妈妈帮助我的，我自己不可以。激动，我基本上是用尽了我全身的力气在喊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。他听到我反驳他了以后，三步并作两步的就走到我的床边上跟我说，你闭嘴，不要乱叫，这里没有人听得懂中文。当时没有监控也没有人证，警察只会把我带走进行询问，那我回来以后一定不会放过你的。我知道这个并不是威胁，这个他是在给我下第二次的死亡通知。我当时立马就闭嘴了。被抢救完了以后，当时他不管不顾医院的强烈反对，他就很疯狂的把我身上所有用来监护体征的，还有包括我脸上的面罩，全部都帮我直接拔掉了，推着我移动的病床，就把我强行的往这个医院外面推。当时医院的医护人员看到这个情况以后，全部都站在门口把他拦下来，他显得是非常暴躁而且非常凶狠的。他就跟医护人员大声的喊，他说我可以签这个离院负责书，他可以为我的生死负责。当时还好被医院的医护人员合力救下。在我被抢救的第三天，活下来一定有活下来的道理嘛。我希望我活下来不是苟且，不是默默的活着，不是假装这件事情没有发生。我也不想去撕去这个标签，我是希望说大家能够看到这件事情，举一反三，以我为警醒和标识，及时避雷，去过去拥抱好的感情和正确的爱情。我觉得这个就是应该是我两年以来我觉得我做的最有意义的事情。我依然会很努力的去拥抱我的爱情。然后如果再遇到这种感情的事情，我希望还是能够多方位的去考察他，不是说他跟我说的有多好听，他的承诺是有多漂亮，我是要去看这个人他是不是做的和说的一样，他是不是言行一致。